今天给他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呢，早上就来逛黑门市场。要来吃早餐。吃早餐啊。然后黑门市场呢，算蛮有名的那个免税药妆店，就是这一家，上面有个很大很大的辅导屋，就是专门卖袜子。嗯，我没有写，但是是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啊，他这家卖的袜子听说还蛮便宜的，看起来哦有啊，那边呢大牌，550。黑门产品。这个啦，啊，是这个，现烤的，那我们买一只好不好？多丰盛，其实已经被扣掉一部分。然后妈妈多看一下。我来试试，这买起来这女生。好大啊，然后这边的病人他都会想对方帮忙，就是希望不用让你在这边内用的时候打开。很重，结束。好大哦！烤的牛，分天赋。哦，这个是专门卖帝王蟹。这一家石桥啊，它最主要是卖腌制，还有关东煮。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关东煮这个。这一家，看到吗？哇，它每一样都是100、100、100。牛筋100是。嗯，萝卜很可爱。这个是有上过那个美食日本那个美食节目。挡住人家做生意，人家不爽。胖龙，对不对？胖龙不跟我们很不一样。我要照片来看一下。这位老先生，你吃的会不会太大声？这是他们的油豆腐，比较好吃。它有跟我们不一样，它都很扎实，不会松散。好看。重点是你要喝喝看它的汤。对不对？甜甜的，但它不是那种很甜的甜。它是整颗海胆挖出来的，嗯。
一直吃，吃过就好。太饱了。嗯。再吃下去就快昏，快爆炸。嗯。你上次吃神户牛的那个是这个晚上肉食店，我们还有那个卡。这家是专门在弄那个和牛的店，嗯，就他会现场烤给你吃，烤给你吃这样。这个是黑门市场的那个观光案例所，你们要不要进去上厕所？就是两年之后，然后就回来。这边的厕所就这里有，提供休息，而且还有冷气哦。啊，厕所脏了。我在楼下等你们哦。好。这个，他们的豆浆很有名，高桥豆，高桥食品。走到这边就不会被人家赶了吧？好浓哦！这个浓可能会不太不习惯。我要吃那个。最不习惯无糖豆浆，是非常无糖的，可能要蒸。无糖还好，但它的浓度我觉得比较不习惯。他没什么不会的。好，黑门市场我们就到这边了。已经饱到不行。